新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围棋 TV 为大家带来的大赛直播，很高兴又跟大家相约在这里。今天为大家邀请来了名人谭笑。大家好，我是谭笑。第一次来到围棋 TV， 也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见面。我是第一次在这解说，希望大家喜欢。今天主要为大家讲解2013年围甲联赛第12轮的广西队对北京队的焦点战，然后陈耀烨对李世石。但是相信棋迷朋友也很，因为由于是围甲，然后焦点战很多，然后棋迷也会很关心其他的对局，所以我们先有请谭名人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其他的几盘焦点战。好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第一盘要看的是那个十月对周岳阳。这两枚棋手可以说是和我都是同一年代的吧。一开始大家下的都比较普通，下成这样是一个非常激烈的局面。这棋现在下这样，我当时觉得是黑棋还可以。这时候周岳阳选择了实战顶，加了拆二，我觉得有一些疑问，因为上一步棋白的落在了二路，现在无论如何应该先在上面黑的先应一下比较好。比如说他实战是后来是丁的，那这边选择方法，我觉得他后来再这样下就亏了。实战等于下成了这样，他等于现在这边处理完一些把白的撞后之后，黑子再回到上面也没有好的办法，然后下成这样，被白的飞到这个，白的显然是获得了成功。我认为现在十月的局面还可以。这样打吃，现在局面非常的复杂。不知道棋迷朋友们支持谁，反正我觉得在这一战斗中白的应该是好下一点。现在下成了这样，那中央显然黑的非常的薄，白的想处理好这块棋并不难，比如说白的跳了尖，当然这块现在白的有些漏洞，所以白的可能会先补强自身，这样靠一个。黑的如果搬白的长，黑的如果补这边，白的会断这边，等于现在两边形成了间隔的局面。所以这盘棋现在我认为是白的好下。不知道现在压分怎么样，会对您有一些帮助吗？那我们来看第二盘棋。第二盘棋是谢尔豪对孟泰灵。这盘棋现在非常的复杂，刚形成了打劫，现在转换，黑的要强行吃掉白的这几颗子，因为在这一打劫战斗中，白的在这边连下了两手一把飞刀，把黑的左边全部吃掉，这一吃了40多目，所以黑的必须在右边有所补偿。那现在白的这几颗子大家可以看非常的薄，黑的中央全是黑的子粒，实战孟泰灵这一靠，他肯定是有所准备的，想强行攻击或者取得一些利益吧。这盘棋我们先从前面看一下，这一布局是最近非常流行的下法，黑的一尖白的打入。孟泰灵那个赛前告诉我，他觉得本来是黑的不错，因为这布局孟泰灵还是有一些研究的，他原来也下过。这时候黑的退，这步是一步问题手，
黑的应该搬，连搬。这样白的选择吃了吃，黑的吃，这样黑的右边的实力非常的大。那实战蒙太灵显然是没有下好，在这边他选择吃一个子，被白的连回。下面这样的话可能局面是两分，但是一开始在下面这一战斗就是下成这样，是黑的便宜了这一战斗。因为黑的线非常的厚，白的局部有十目棋，但是黑的外势非常的广阔，对黑的以后帮助非常大。黑的这边活可能差不多，活了之后，但黑的这一串我觉得下得非常好。白的跳，白的肯定觉得黑的这时候应该会跟着白的应一手，那白的再在中间补一手，这样白的这块潜力非常大。实战黑的肯定不想让白的得偿所愿，冲断。白的一看自己非常薄，所以白的只有淡淡的拆二，黑的长。这样本来是在白的中央还有潜力，白的自认为自己是后势的一块棋，被实战黑的这一搜刮。黑的又先把左上活了，然后把白的全部封住。这时候是应该是黑的得分了这一串，所以应该是黑的好下一点。然后他这块打劫就形成刚才所说的局面，但我觉得黑的这一步点是问题手，黑的应该直接挖了走再点。如果白的提黑的断，那黑的把这几个子吃了无疑是获得了成功。那如果白的还要粘住的话，提白的再冲，黑的还是像实战这么走，等于黑的少交换了拐这一下，那目数上肯定是取得了便宜。这拐是很损的，因为这以后被白的一扳，这可以看这个十一的这步棋白损进去了，等于自己损的，所以说这一下是很损的，拐了一下。那实战他可能是对攻击白的这块棋非常的有自信，他怕白的转身了，所以这期可能梦梦同学他肯定觉得自己是不错的。那好，那么我们看下一盘棋。这盘米玉婷对唐伟星，两人下的很有意思。这盘棋一开始这一黑的一点，这也是最近非常常见的一种布局。白的正常下法是尖，相信这个变化图大家应该见过，因为这是阿党上次来摆的时候是摆过这个图的，大家应该见过这个图。我们是认为两分，因为黑的取得角，但白的外面非常厚，对这边也非常有帮助。那实战点显然白的是不想让黑的捞那么多实地加。白的这步拐是很有意思的一步棋，白的如果直接脱先，黑的粘白的就拐不到了，这样白的无论冲断哪个都是战斗白的不利，所以他实战拐是很有必要的一步拐掉。但这个局部黑的非常的厚，所以我觉得点角可能还是不便宜，大家要慎重下这步棋。这时候白的这步棋可以说是体现了米玉婷的风格，他说这块棋本身黑的可能已经点上十控，而且白的这四个子很薄，如果正常下白的跳黑的跳，那这块棋黑的可以看十控非常大。米玉婷说，那你这块还有漏洞，虽然我很薄，但是我就要破你的控。当然唐伟星肯定也不想让白的轻松的破掉，实战所以就形成了激战。这可以说是在这个战斗中两人都下出最强手，一直搅到了下面。这提了两个子之后应该是已经是黑的好下一点了，因为这两个子提完对下面白的立马显出了保卫。这时候应该是黑的好下，
黑的优势吧，可以说是。希望棋迷朋友们那个可以压黑棋，但是输了可不是我的责任哦。虽然是下成了这样，这期应该是黑的好下一点。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看今天的焦点战，陈耀烨对李世石的棋吧。好，相信经过刚刚谭明远的讲解，其实你们对刚刚三盘的局势也是有了了解啊，然后可以压分。然后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主要讲解的一盘棋。然后李世石和陈耀烨大家都应该非常了解了，然后我们也就不过多介绍了。然后之前他们一共交手过8次，然后陈耀烨3胜5负，稍微落后一点，但是在最近的春兰杯决赛中是2-1战胜了李世石，然后相信也是势均力敌，然后一场精彩的比赛，我们开始吧。我觉得从心态上来讲，可能陈耀烨还稍微占点上风。这个下法是不是最近也很常见？就是用中国流来对付黑的小飞鼠。对，因为中国流是最近非常流行的下法，不管黑白双方下中国流的都非常的多。白棋这个意图其实就是想不想跟黑的硬，就是打破你的布局，我自己下我自己的。这个图也是最近出现了非常非常多次，然后整个下法也非常的多见。爬和粘的下法都有是吗？对，但具体来说是粘的，粘一个更常见一些。对，粘黑的飞，白的靠，这个下法可以说是风靡了一时吧，基本上10盘中有5盘是要下成这样的感觉。这样白的有粘和扳的下法，不过粘比较多，这样黑的小飞，白的再拆到下边。白的局部非常厚，然后以后搬一个这步棋非常大。这个布局比较常见，我觉得白的还可以这局部，因为黑的一开始把白的下成这么厚，我个人是喜欢白棋，支持外面这一方。但他实战白棋爬了一个，肯定是有所准备对这个布局。跳的时候白的普通是不是点了或者加的下法比较多？这步粘我是第一次见到。对，这步李世石之前我不知道有没有研究，我个人觉得他粘应该是今天现想出来的，他应该不是有所研究，因为普通下法是点黑的粘，黑的粘，黑的冲，拐。这时候白的就有2种下法了，一种是粘，一种是冲了粘上。对，冲一下再粘上。如果冲了粘上，黑的会加。白的长一个要好的。然后黑的脱先，这讲上以后白的是有手段的，就说为什么要冲掉这下。这样白的脚上可以先手吃掉4个字，突踢，这样踢掉。这个局部如果是白的看成这样的话，应该是白的还可以，但是呢白的有个问题，就是这个粘它不是直接先，黑的是可以踢掉脚上的。不过我个人喜欢白的下成这样，虽然走不到这下，就是咱们看成这样，这4个字还在，就看成这个图。我觉得这个图是白的还可以，因为白的非常厚，然后这边
这一拆可以呼应这边。嗯，所以那黑的这个时候如果不冲直接拆有没有可能？嗯，这也是有，直接拆的话白的会翻。黑的如果硬的话，黑的应该会硬，因为这个角上有三十目，而且加厚薄是很大的一步棋。点黑的顶，白的粘，黑的吃，吃。嗯，这样白的也是很厚，反正黑的都是想清零处理这边，等于黑的捞到了角上又走到了边上，但白的很厚，对这边还是白的依然不为所动的拆一个。嗯。那为什么现在这个爬相对少见了一些呢？感觉粘一个会更多一些。对，因为现在爬其实黑的还有下法，就是直接脱先。哦。黑的直接，比如说守一个，就是黑的这边不走。比如说白的如果搬的话，那黑的再连片，这样黑的速度很快。等于这个角上以后，如果再下成这样，白的冲了点。这样黑的现在也有两种状态法，一种提一种顶。嗯，如果看顶是白的吃黑的提，这样就说等于形成一个判断问题，就是黑的该拆这手棋，在这花了一手棋大、哦、到底大不大。不对，因为黑的花一手棋之后白的还是很厚。嗯，那这手棋被白的搬起来就是有那么大吗？和黑的在外面连走到底哪个大？哦，就是现在的棋追求的就是速度。嗯，速度快效率就高。对，因为速度快就是自然有些漏洞，但是可以给你吃一点。但黑的是一跳。对，那白的李世石肯定他是点肯定是担心什么，因为这期陈阳叶是很喜欢只黑下成这样的。哦，粘 黑的这步粘是有必要的。嗯，因为这步棋如果就是还是不走的话，嗯，白的还是翻了之后还是点是吗？对，还是点，还是形成这个图。这样其实被白棋包得非常严实，黑的不是很可下成这样。对，因为白的这样实在是太厚了。嗯，而且黑的这边没什么目，这以后点呀，嗯，什么的，所以说这手棋粘一个还是非常大的。嗯，因为如果白棋这地方有一个断点，如果白棋还补的话，那黑的目数会比刚刚好很多。对，便宜呢，如果白的还是粘，嗯，相比，然后比如说黑的拆，白的半粘算白的先手，嗯，那黑的就比刚才白便宜两步棋。嗯，而且还有可能搬不到。对，这两步棋棋迷朋友们可能觉得没什么，但是在我们眼中白差两目地方是差不起的。嗯，但实战白棋当然没有这么简单的这步棋。嗯，白的选择挂角，黑的差，这边定是局部点成这样，白的应该可以满意，因为这块是黑的无有角。嗯，本来黑的是这边边，那现在黑的等于被白的跳出来，这边边没什么发展，那黑的自然要寻求一些便宜。那黑的在这边，既然你不走，刚才没走，我粘你敢不应我，我就要追击你。嗯，稍等，刚刚有那个棋迷问，就白的搬的时候，黑的为什么不弯？然后这个局部是一个就是比较经典的死活形状吧。然后现在白棋应该有好几种筛法。对，白的最简单的一般。嗯，黑的是死的局部，黑的后白的点。嗯，这样大家就能看到白黑的这块棋就死掉了。嗯，我们再看实战，冲，啊，白的形状很不好呀。对，白的气很紧。嗯。长，
这样可以看出白的这几个子啊形状很差，白子现在正常来讲白子是要补这边，比如说跳一个，那下手棋你觉得黑的会走哪？黑的我第一感是照一个啊，但我也这感觉很好，因为现在可以看出这边全是黑子，然后这以后压也都是绝线，那这边等于白的头从这边没什么出入，白的比如说靠，黑的就有退，白的这样走一排等于全部走到黑的后视这边，嗯，方向上很不好，是，而且白的也没有眼，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活，嗯，很苦，对，实战等于白的没敢在这边继续走棋，嗯，黑棋，现在飞一个是眼见的一手棋，对，然后但是直接飞可能会被白棋上面搬下去，所以他实战搬了一下。打这个是什么用意思呢？这两个他就是如果比如说黑的现在飞白的搬，那黑的这边已经不好走，而且如果黑的继续不走，比如说我黑的自己补一个，那白的这一家黑的局部是很薄的，别看刚才说是后势，但被白的连走了之后黑的自己就薄了，所以黑的现在搬，白的搬，首先他现在就脱先的话已经便宜了，那白的如果还是吃，可以看刚才是直接搬，那黑的如果刚才断的话白的肯定会从这边 打出来，对，这样粘黑的就形状裂掉了，就断不到这一下，对，那现在如果搬一下之后再飞，白的如果是打的话，那黑的等于局部就便宜了，白的吃的很小，挣掉，这样黑的这块形状很好，也很厚，然后踢掉非常好，所以说搬是有必要的，吃了一下吃一下然后再飞下来，这样等于就是说白的肯定不会再吃这个，这吃的就太小了，还是跟刚才大同小异，而且白的这个应该还不如踢在这里，就等于黑的这下吃又便宜了，所以白棋当然也不会再去吃这个子，白的虽然单场这步棋很有韵味，就普通棋迷肯定想这棋为什么打先打掉这一下，对，这下肯定很舒服，打完粘，那黑的粘，白的还在吃，还在吃，对，这样觉得应该是很正常，那他为什么要单场呢？因为单场这棋第一杆其实黑的还是要粘住的，黑的因为贴第一杆是俗手，这样贴和长交换，因为黑的贴完底下木首先不是很就被夹的时候很难受，然后这个地方气很紧，对，但是黑的如果粘白的还是吃，这样可以看出啊，对，这拐这白的明显这下是损了，不管是从底下木数还是黑的都撞后，这个头都硬头，实战贴，实战贴，实战虽然这部棋很俗，但是他现在吃的时候黑的要面临这个地方如果不走，比如说补这边，这一夹很严厉，黑的如果白的打吃粘上，这样就被分断了，是，对，而且黑的现在可以比如说我吃一个，我说我能连上，那白的吃，那黑的这个就太惨了，从一二路混合过去肯定不能接受，而且你过去之后你会发现黑的这整块棋还不活，全部都在一路，黑棋不能满意，对，所以他实战虽然这步棋非常的俗，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加，这样等于白的如果还是吃这个，那黑的再补，等于黑的两面都走到都兼顾到，所以这样白棋也不能满意，实战白棋拖了一个就
现在黑的最简单的是直接搬，第一个想到的应该会是搬。对。然后但白棋断以后，黑的局部。这是设计一个争子。嗯，因为下面争子不利，我们简单摆一下。十。现在白棋粘上以后，黑的挡的话，这个地方就被争死了。然后如果它不被争，只有长，但是白棋里面有两气，所以这样黑的不行。嗯，对。嗯。黑的如果退呢？黑的退是可以吃掉三个白的。嗯，但这样是因为吃的太小，所以也不满意。对，因为被提了一个，幸好提一个，白的这边实在太厚，哦，然后吃了三个子，又吃的是干木，吃了实木棋等于，嗯，那黑的不能满意，嗯，而且白的还有可能粘上，哦，黑的打，白的跑，好，黑的，现在其实应该黑的不太行，这样，对，黑的可能形成黑的棋子，现在很有意思。啊，那黑的就棋子走外面。嗯，可以跳吗？对，跳这个。那黑的就棋子，可能形成这兔。反，应该是谁吃了都不便宜，这棋，哦，走在里面都不便宜。实战黑棋跳。嗯。这个时候就白棋最简单的肯定是吃一个，对啊，他为什么吃呢？因为尖的其实就从这边来讲，它的形状是不好的。对。那他为什么呀？不吃呢？那黑的在搬，这个棋就有变化。对，就我们刚刚摆的那个图，大家就会发现，这棋我们刚刚说黑的长一个被白的冲出来了，但它由于有一下这个交换以后，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白的已经不行了。一冲一挡，白的只有两口气，那白的断就被吃掉。嗯，所以白的这步尖也是看似形状挺奇怪的，但它为了补这边的毛病，所以没有办法的吃。对，但是可能大家还没有看懂是为什么补住了，如果还翻，还是刚刚那个图是吗？对啊，这回大家可能发现黑的好像还是把你挡住了，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倒扑，相信大家也都能看得到。对，所以这步棋的用意大家就能明白了。但这两手交换无疑是黑的便宜了，黑的跳到了一下。嗯，黑的这地方留有一个跑的棋，而且很严厉，一旦成立就很严厉。嗯，那实战黑的也是下出了局部的手筋，一挖。嗯，这步棋很妙，它是防止就是本身这样的话，黑的想吃是只能退在这儿，对，被白的提一个子，它现在直接挖呢，白棋就没法弃子了，就因为它如果直接不走，这样的话这地方少提一个，白的就变薄很多，所以这地方挖一个是很妙。这都是命令形式。嗯，上来。对，那如果白的不打，粘一个也能跑出来。嗯，但是被黑的虎出来以后，这个形状。对，这个跑的就太勉强了，而且白的自身气很紧，黑的粘不粘都不见得，黑的就脱先，其实也可以考虑，哦，因为这很小了，小了，对，非常小。这提一个子以后度过，黑的这个角非常大，可以看。嗯。所以白的要打上来。对。就是如果你粘，那我再粘坏，啊，这个地方就差非常多。嗯，黑的现在得马上提。对，马上提一个。这样的话，就等于这样的形状，你往这儿做了一个，而且你还填掉了一只眼。对，这个子很有可能是副作用，这个子。嗯。所以黑棋当然也不会让白棋打到这一下，于是就形成了一个结争。打。提劫。搬这局部就黑的本身就很难赢，哦，而且现在打着劫，黑的
如果黑的先找进，哦，黑的抽一个，搞错，嗯，然后白棋硬解，嗯，对，就现在可能有棋迷会问，就是这棋，就这个劫价值有多大呢？白的为什么不消了呢？比如说提了，然后这口气怎么样？这个劫价值非常大，嗯，但是可以看出这个劫是黑轻白重，因为白的消了之后，就等于白的该自己补了一个，哦，但是后补一个补成非常好的一个形状，嗯，等于黑的就怎么撞了几个在这地方，但是这个局部被一冲下去，可以看出白的所有的子，这四个已经死了，这个子也是往后市上撞了一个，这冲下去白的怎么也冲了40多目，哦，所以这个白的受不了，嗯。所以说看起来白棋那样提了挺大的，但是实际上是不如那边的价值大，所以白棋只能硬接，冲白的只能挡住，嗯，然后黑棋提劫，白棋白的白，对，嗯，黑的如果正常走是要虎的，哦，但现在就由于打的劫，对，这白的劫材太多了，所以黑的很无奈，只能忍耐。那也就是，嗯，白棋找这枚劫找得非常愉快，对，便宜，很舒服的一枚劫材。嗯，那黑的跟黑的这枚劫相比，黑的肯定是损的这个东西。嗯，然后黑的下一步就更损了。对，但是现在由于打着这个关键的、这个嗯、最关键的一个劫，所以没办法，这个损都小意思了，跟这个劫相比。这样，那由于黑的前面损了两下，所以白的也就。算了吧。哦，现在黑棋首先最简单的，如果粘上就可以吃掉白棋。对。但是他可能担心白棋弃子，所以黑的如果现在直接吃的话，白的可以打，然后在外面形成后势。这样的话呢，由于黑的这个地方又损了，黑的不是很满意，才是这样。对，因为黑的应该相比黑的吃的还是干木，嗯，就吃了十几目棋。那实战黑的自然是不肯对白的封住外面，打劫，对，但黑的每一步劫都挺损的，对，相比前两步这一步就是损的相对少了一点，哦，劫，但是都损了，我就损下去吧，哎，这枚劫找的也挺愉快的，对，劫，嗯，黑的打，黑的终于找了一步不损的劫，嗯，对，不容易。现在白棋好像没有，很显而易见的劫。白的其实还是有劫的，你看这不骂，哦，其实大家，但是有点损，稍微有一点点损。对，但是当被黑的打的时候，白的发现好像这得不偿失啊。嗯，那现在白的一步很难赢，首先打。是目数便宜了，嗯，但是这样明显的对白的黑的多了两枚劫材，黑的以后提掉是一枚劫材，然后扑还是一枚劫材，嗯，那如果你不损，就是不让黑的多劫材的话，只能提掉，那局部这个目就损了，对黑的以后一扳，这就损了两目棋，等于白的现在挖掉他也是打不过，所以呢干脆就不损了，直接找脱先走别的算了。嗯，实战白棋加了一个这步棋的意思是，对，因为现在比如说他不加，他外面还可以接着找劫材，这种靠，嗯，或者是怎么拖呀，这都是，但是黑的肯定都不理，嗯，比如说白的在这边走两，嗯，那突然发现这一冲啊，太严厉了，这白的已经死了，已经死了，对，因为这段肯定是吃不掉黑的，嗯，那就打。这黑的就跑出来了，那白的这局部已经做不活，这外面也撑不碎了，嗯，所以白的不能在外面找劫材，白棋在外面已经找不到劫材了，是吧？那也就白的这也是无奈之举，就局部做活，嗯，黑的消劫，粘一下，然后拆边。对，
那从打成这样，你觉得怎么样？我第一感是黑的还可以，因为这边黑的首先非常厚，而且吃了白的很多目。嗯，这边本来毕竟是白的一开始的中国流，然后黑的现在吃了二十几目，而且白的外面，怎么说呢？肯定不能算后势。嗯，我这以后一拉出来，我说你是姑且啊，这很有可能。确实，因为黑的白的还要再补。对，因为白的只要提一个三道火，那我在外面一走，嗯，那你这块就是姑且，而我是外面是后势，我是活的，而且黑的这局部以后等于说是活的。哦。那黑的唯一损的地方就是在这边冲断了力，嗯，这边劫财损了，目数不好说，目数损了五目七左右，但白的把白的撞厚了，但黑的这边提了还是便宜更大一些，所以应该黑的好。就现在这个局面，应该黑棋好下。对，是这样，黑的就拉出来了。黑的直接就拉出来。嗯，但白的不会直接走火，他可能要先走出一些头绪。嗯，黑的打。这样还是可以看白的这几个子还是没有黑的厚，嗯，明显还是孤气，所以白的要跑。白的现在已经不能再硬了吧？对，而且这边也很小，你长黑的就跟着你贴，你肯定长多少都不便宜。哦，因为这个地方是它的马蜂窝，我这个方向里外里的交换我肯定是亏的。对，所以白的现在就直接去跑这块棋。嗯，黑的贴当然没手。对，但黑的就是白的想让黑的往这地方走气，才能体现出黑的这两下的损。嗯，但黑的自然得跑，不能比如说被白的这一封住，你再去底下补气。嗯，那白的这块就自然安定了，而且跟这块连上，这边也成木了。嗯，所以黑的这头是不能被封住的。白棋管吃。对，白子就是他现在如果黑的自己安所有都安定的话，他得等于自己跑，那他不想自己跑，他想跟黑的一起跑，虽然现在感觉很勉强，嗯，肯定是黑的好下，但是他肯定制造头绪，这也是李世石的风格。但是本身因为这步棋的价值嘛，黑的这边提了是铁后，所以这步棋的价值其实不是特别大。对，价值很小。嗯，那就是他就是希望能够跟黑棋一起跑出来。嗯，这地方白的形状很难受。嗯，顶一个。嗯，只能团住。没跳。可以看白的现在这一块在黑的两边跑，白的很难受跑。嗯，现在局面应该说黑的已经非常好把握，感觉。嗯，白的跳。因为从目数角度来说，也是黑的领先。嗯，你给我们判断一下吧。上面多少？这块二十二。二十。二十二，你是得算黑的补回去。哦。因为这个都是黑的先提的。嗯。黑的二十三四这块，哦，然后这块五目，嗯，然后这块十一，黑的全盘四十目左右。嗯，白棋呢？这块是八目。嗯，这块十四。嗯，但这个角其实不好点的，因为本身如果全算目的话，对，肯定是白的很满意，但是这以后，嗯，比如说这种撞，对，或者这种点或者就肯定有气，所以这个角，现在不好判断，大概十三目棋左右吧，可能点目点个，嗯，等于黑的盘面肯定是也领先的，而且黑的现在有主动权，等于白的比黑的现在薄，然后以后黑的这种粘白的盘子可以说是。嗯，
所以说现在就是单从目数上来看其实还早，但是因为黑棋比较厚，然后白棋还欠一块孤棋，所以黑棋比较主动，对，相对来说黑棋好下一些。嗯，但是白的这步跳是必然的，这如果再不跳的话，这黑的什么一搭，这头就被封进去了。嗯，跳是必然的，黑棋跟着跳。对，黑的还是如果走上面，被白的往下一跳，黑的这块棋自己都面临死活问题。黑的如果从这补的话，那白的自己就自然而然安定了。嗯，黑的这步跳也是围了一些实地。嗯。白的飞也是就局部这个形状比较好的一手棋，因为白棋如果简单跳的话，黑的就眼见的有一间断，很严厉，很断。这样我们看到白棋因为有两个断点，然后黑的又比较厚，所以白的明显战斗不利。嗯，再这样，是这样的，白白也是一步好棋，因为白的这三个子气比较紧，白的如果跟着黑的硬，黑的会连扳吗？黑的会连扳，这样白的黑的等于逼白的往回走这手棋，哦，黑的走到中间，这样我们就能看到黑的就厚了。对，等于这个子啊，其实黑的粘住，如果是黑的粘住白的往外跑，这只是一目棋，这个双方等于两手棋，黑的粘和白的提这一步棋，只是两目棋。只是两手棋一目棋，所以很小的一步，如果不把三个子吃了的话，就双方都不愿意走，那肯定是中央大，所以黑的往上搬，白的自然觉得这块走不动就不走，填充。现在白的要想办法把这块棋啊变得厚一些，因为如果它是一块孤棋的话，黑的外面太好掌控。飞，对，填充如果正常，第一杆肯定是爬，就白的跳，白的这虽然很薄，但是你一时也分不断白的。嗯，而且如果不马上去追究白棋的薄位，一旦白棋真的把它当后势来用的话，那刚刚黑的优势就不复存在了。对，那黑的自然不跟你硬，这也是同时。这步飞首先围了自己失控，这很大，然后瞄着这步尖断，这块尖粘冲，白的不能打了，已经这被断了。嗯，那白的只有退，黑的冲，这块能分断白的。嗯，对，这样白棋很没劲，自己一根棍儿。对，所以他也是不让白的联络，不让白的这两块棋联络。嗯，那白的如果自己怎么走，感觉形状都很怪，比如说尖一个，这以后靠一靠，黑的白的形状眼见的就不好。对。那么如果白的现在其实靠这个，我觉得是第一杆，如果能连上的话。嗯，那他担心。他肯定担心，比如说如果黑的退，哦，白的压，白的肯定很满意。嗯，虽然你围了一些实地，但是我也很厚，一块走的。嗯。那黑的肯定不让白的如常所愿，他是唬不到这下吗？对，现在是肯定会被吃了。白的冲下去，黑的在阻度，这样大家会发现白的只是破了自己一些黑的目，但是白的还是同样很薄，那这个子很有可能自然而然的死进去了。嗯，黑的都不用管它这个子，那白的肯定不能满意，所以白棋实战这手其实挺无奈的，因为局部来讲效率非常的低。这手对，但这步棋很冷静，他瞄着以后挖断。嗯，他说你还有些保卫，这样黑棋再爬回来。嗯，那黑的这两手棋肯定是便宜了，白的把这个拐出来。啊，他为什么被改连扳呢？他是不是他觉得就是我现在长一个的话，然后你如果不走的话，我当然还可以拐，然后我保留了粘出来，
然后因为现在你跟我做这个交换，这个地方比较薄，如果白的就跟黑棋交换的话，黑的是不是也可以满意？对，第一白的继续贴，黑的肯定觉得很没劲。嗯。第二呢，他连扳肯定是怕白的反击，他可能会怕白的，比如说直接打了长串，那黑的这下长，白的提。嗯。那这样黑的就被分断了，而且这个头不见得出得来了。啊，被抗住了。对。他肯定是有所担心的，嗯，所以没有连扳。而且现在形势好，黑的还可以，黑的不想走的那么复杂。黑的长贴。对，那既然你没有连扳，那我就不想跟你拐进去了，拐这里交换。我这步棋只有一目棋，前面说过，嗯，很不想往这儿走，我再贴一下。点的时候黑的正常，第一杆肯定是想粘住，嗯，那白的会挖断是吗？对，他走一个调子，嗯，如果你直接挖的话，嗯，黑的会打吃，黑的会打吃，然后你以后就再也点不到这下了，这样黑的活。那，嗯，如果你再点的时候，黑的会挡在这边，黑的无论挡还是顶，嗯，那我肯定不会放在这个位置。嗯，那如果你粘我再挖，你是不能打底线，首先你不能打底线，嗯，那我就给你吃了。对，那你还是得打上边，那你粘不粘这下是无所谓的，嗯，可以看这两个是一样的，那你打，那我这一下就等于点到了，嗯，就白便宜了一下。所以黑的实战自然也不肯被白的点到。白的话，嗯，啊，这地方走得很妙，这是什么用意呢？如果黑的打这个，那第一杆肯定是他要吃吧，如果他再粘呢，他这几手棋是什么意思？对，但是打这个要立下，貌似也不行，因为吃这被打过，这白的就不便宜，应该肯定亏了这样。对，所以他肯定要立下去。那黑的打是肯定先手，黑的在粘上，白的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哦，哎，那白的是不是应该走这边好一点？哦，打这个是不是有点有一点点不？那断这个行。对，所以实战，白的就是断这个的。他现在如果黑棋打吃的话，白的是要粘上的。对，如果你提的话，我这地方已经先手把你断开了，那上面就是已经死掉了。白的随便走一手，走哪？黑，嗯，这局部已经做不出眼。嗯，这地方下的很妙。吃黑的，黑的还是提掉。嗯，那白的同理肯定不会吃回来，嗯，然后尖一个，因为打先手这不行，所以局部只能立。对。哦。我们已经追上进程了。对，有的棋迷们肯定想，这为什么不吃呢？嗯，是被搬了吗？对，这地方我，哎，我没看懂什么意思，我打呢。哦，啊，那我只能提掉。对，这个时候大家发现这一扑以后，白棋提这个，就你如果提这个的话，我把你这儿提了，然后你如果补回去的话，我再把你这提了，这样白棋就被吃了，就是局部的一个小手筋吧。对，最简单的是粘上，粘上这块局部活吗？局部是不是有担心？如果白这边是一个后手一只眼，对，
然后上面，如果你最简单的破眼，我是活的吧？我这样我就不理你。这样，你上面好像没法破眼，我就做活。对。这样就活，但是我要一路飞呢。反正这边总是半只眼，我们就直接看上面就行了。这黑色的现在这块团是先手，所以这块如果被白的挤是假眼，嗯，黑色团就是一只眼。我，你局部是不活的。嗯。现在脱先呢。脱先，这地方如果比如说黑的靠一下脱先，嗯，黑的团，白的提，黑的团这个，嗯，那白的一并，这个地方还是有一点妙的，黑的顶，嗯，然后要打，然后黑的只能粘上，但白的可以冲，是好的。黑的由于这个地方。这个提筋是吊着的，如果他把这个提了的话，就被 balance 了。这是一个假眼。嗯。黑的如果是搭住白的。搭住白的是不是直接走上面就行了？我破眼了。你破眼的话就出问题了。哦。你可以虎。对。啊，虎是好棋。那大家可能还没看懂。嗯，因为现在打这个地方提是带响的。嗯。所以我这地方提是带响的，所以这样就不行了。对。那白的局部你看出什么杀的方法了吗？嗯。白的并，嗯，那黑的如果走这边，黑做这只眼的话，白的一打吃，黑的局部是没有眼的。但是我上面如果先横你一下呢？啊，对，这样横一下是好棋。这样我不就有一只眼了吗？对。那黑的现在粘一个白的局部是怎么粘的？可以再看一看，啊，黑的实战是没敢粘，虎了一个，粘是有一些有妙手吗？应该是有妙手吧，可能我还没有看的不是很仔细，因为不是对局者。我还没有看出来，因为小尖黑的是活的，黑的一小尖就活了。嗯。那八我是可以猴的。啊，因为我这地方这个眼和上面这只眼就见合了。对。那么尖不行的话，如果局部而言，其实飞是最像的一个，正常来讲。对。我们留一个谜底吧，我们是没有看出来，但是那是要虎了一个。哎，虎这地方本身是不是这打吃？那这块还有个提，所以白的、哦、对对，暂时不怕。对，这可以看局部就看成这个样子。哦。那白的这一串，因为。这以后一吃白的就连上，而且这地方点以后味道非常不好。对，而且这以后一碰之类的，嗯、感觉黑的很薄。嗯。现在我们已经跟上了进程。对。你觉得现在形势怎么样吗？现在。本来如果没点的时候，我是一直认为白的这块很薄，黑的对白的有攻势。嗯，但现在后薄有可能已经逆转了，因为白的这一吃已经连上了。那么黑的现在中央
自己只有一只眼，黑的还没有好，而且局部黑的这块漆很紧，刚才说过这一靠之类的，就随便。那如果现在看成把它吃一个，判断一下形势。嗯，这地方还是23厘米，然后下面白的40目，这地方黑的如果以后木的话，地下是先是。嗯，我不见得走的。对。可能黑的还是还可以，因为虽然这块没有攻势，但是黑的在这边也拉了一些实地，而且现在该黑下。嗯。就是黑的如果补一个的话，黑的还可以，白的可能不会这么稳健的吃一个，刚才只是判断一下形势。那他会在这边动手吗？或者跳一个，都是很大的勇气。嗯，跳完以后，眼见的这个地方，比如说你要是怎么补一个之类的，那我可能这种，毕竟你还没活，我先想先攻你，吓唬吓唬你。嗯、我这虽然都很虚。现在那个白棋还没有下棋，要不我们再看看，简单看看刚刚事先跟大家介绍的那三盘棋现在的局势怎么样、嗯、对，那现在来看一下孟太林这盘棋。孟太林这盘棋下了很多，刚才讲到靠这个，然后我说黑的肯定是对这块有点自信，然后现在黑的果然直接强杀白的，就看这块的。现在像这样，应该看样子是白的已经死掉了。啊，果然，黑中盘胜。我们看到了这四个字。梦梦真的力量很大，直接把白的这右边这块棋白的全部鲸吞掉。那么也在这儿恭喜梦梦。啊，我们的梦主播。对。因为梦梦中午分盘的时候跟我说他这棋是不是不太好，说你还可以，他就特别兴奋的就跑掉了。是不是我说给他一些动力呢，让他请我吃饭。嗯，别太自恋了。我们再看另外两盘吧。啊，看一下十月对周日阳这盘棋也下了很多了。嗯，我们再回到刚刚看到的，刚才我们是黑的长啊，我刚才说的是个靠一个，啊，石哥先对这地方一挖，看样子是好棋，顶。现在大家可以看黑的这四颗子啊，气非常紧，然后白的这块喵的一跑，黑的是啊，直接就跑。他说你黑的已经两边不能兼顾了，哎。尖没有硬吗？哦，这尖难道是打将吗？不知道，但是中间这一扳很大，黑的这整块棋都不活，黑的现在一顶。那黑的不能再硬了，再硬的话被白的一粘，黑的全部死掉。嗯，黑的白的再回来，看样子好像是白的好一些。嗯，就白的这一串有收获。对，这个这一扳很妙。现在正常的肯定黑的就得一打。嗯，白的好有断点，但是白的粘，白黑棋上面气紧，这一跑，嗯，白的其实就是想诱你打吃，我粘上，这样你把我脚吃了，我把你这几个子吃了，形成一场转换。但是应该是白的吃的大一些，所以黑的没有打。
啊，现在是下成这样。那为大家判断一下形势吧。黑的这块是八目七，这个地方黑的不好点目，因为黑的这个地方以后白的有可能会加进去，白的比如说加黑的力，白的这地方有可能会靠下去，嗯，所以目还都没有定型，先我简单的默默点一遍吧。啊，我的判断是，白的先粘，然后黑的补一个的话，这样白的如果加成立，白的是要稍微好一些，白的小胜感觉是。我觉得你可以再点的细一些，因为新民朋友们可能，你可以把每一块棋给他们简单的说一下。对，但是这个棋就是都没有定型，都没有定型了，对，是吗？这以后这块棋是会下成这样。嗯，你可以大概给他们简单看一下，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直接给一个结果的话，他们不是很清楚。但是确实有些没定型的，我只能说目处来讲是白的好一点，但是白的这个棋是以后有可能这个角上会出问题的，嗯，这角上是要有漏洞，就像这样，白的局部是点是镜子这个地方，嗯，但是呢由于黑的这样气很长，外面一断这个棋就复杂了，像这样的话，这个怎么老有人邀请我？老师，设置。嗯，取消一下。对。就是说，白棋有嵌木的地方。对，白的也很薄，但是目处来讲，白的要好一些，稍微。嗯。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另一盘棋，女厅。看一下这样，嗯，打了一虎，哇，局部形成一个现在生死劫，就是这个劫黑的很轻，但是白的一旦打输了，白的就整块棋就完了，这块棋，嗯。感觉上白的勉强吧，这个地方白的还是有一些黑的有一些结，哎，这是一城王摆错吗？他怎么把所有的棋全部退回去了，很有意思啊。你看到了什么？哎，他还在退，什么情况？他能让所有的棋都摆错？我们这是看到一城网的直播，咦，怎么回事？这个退的好快啊，这是发生了什么吗？嗯，嗯，怎么回到这儿了？嗯，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待会儿再看这些的进程吧，啊，然后现在先回到我们主要跟大家欣赏这盘棋上。嗯，下一白棋靠了一个，这步棋是什么意思呢？啊，这步棋很体现李世石的风格。嗯，但目前我还没有看懂。就如果黑棋最简单的打一个白棋是，那白的，
就刚才我一直强调白特这靠进去会有气，可能黑的可能靠他肯定是担心退，对、哦、否则他就没有必要交换这一下了。嗯，他肯定担心退，然后这地方可能不好出头，哦，什么靠一个可能不太好动，所以他想搬掉这下的话，那黑的局部就不好走，就你这种吃我全部都可以不要的。嗯，这子太小了，那你吃这个我就简单的吃了长，我这地方就可以活气、哦、这个和长进来见合，所以白棋可以活一块。嗯嗯，黑的局部还有冲或者翻，这冲可能是跟刚才大同小异，白的照样搬在这地方。嗯，黑的吃和退两种。对，如果你退那白的一虎，白这个每个子都用上了、嗯、现在你一打那这翻吃出来黑的受不了，它等于每个子都能用上，所以这不靠看样子是好棋。那现在黑的最强的反击搬一个，嗯，那白的还是不离这个子断，这局部感觉看样子黑的拿不住白棋啊。嗯，黑的如果打了吃白的力，这个比较强硬，对，这可能是最强的一个下法。嗯，那他会怕什么呢？白棋如果拐，黑的是做什么的？拐一个，拐一个，黑的肯定是要冲。啊、嗯，白的吃，吃这一下好像不平。我如果直接吃这个呢？哦，对，直接吃是好棋，因为吃那一下显然是亏了。啊、哦，我现在有可能可以选择吃这边。对。但是这样出来，但感觉这样白棋，因为这样再叠活一块棋，其实是不便宜。挺没劲的呀。对。嗯。如果是这样活棋的话，白的是不是冲两下再活？可能大同小异吧。是吗？怎么冲两下呢？嗯，我这个外面我有没有可能把你团了断掉？啊、嗯哦，主要你立。那你现在走得到吗？这一路立还是走得到？这几个走、哦、嗯，我可以不要哦，不能不要。对，那这样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几完以后就有一记，所以战斗应该白棋不利，黑的可以先这样，就白的如果跟着硬的话，黑的可以打吃、嗯、然后先把外面走掉。对，这样是白的勉强打一下，打一下好像有点过瘾，但是被尖就挤是吗？黑的这地方是可以先挤是单挤。对，打吃我立，你再立，那白的只有活，那黑的挤过去了这地方。哦，那不便宜，这个地方等于又被断开了。对，只破了黑棋大概十目左右，然后脚上黑的还是很大，然后中间还反而变薄了，这样白棋应该不满意。那他是怕什么吗？那白的可能不能拐吧，那白的会有应该有更好的下法。白的其实有可能就沾了场了。对，是吗？嗯，这样黑的挺麻的吧，粘在这儿只有一段就被拐下来，应该会粘这儿，因为粘完了搬粘还是巨大的一步棋。哦，就花一手棋。对，因为如果黑的不粘是吃在这儿，那白的、嗯、就这个地方头很软，首先这一段黑的局部还是挺麻的，吃黑的这目数很小。嗯，而且这地方以后这一恰打黑的目，黑的只能提，白的在打，黑的全部都在里面，缩在里面、哦、所以黑的不满意，黑的要粘住、嗯、那白的先手拐俩头应该也是成功了。嗯，然后再正或者是拆过来可能都可以考虑。黑的可能是担心这个图。嗯，实战吃在这
这样有点像我们前面摆的那几个图，白三吃。对，那看样子白的应该是获得了成功啊，黑的还是等于要提，那白的冲，黑的如果不提的话，黑的粘白的打，长。那白的不管是就粘黑的不，那白的在这块活一块总是没问题的。嗯。应该是白的局部是便宜了。现在黑的显然黑的这两个是粘还是提好，黑的还没有想好。嗯，围甲是多长的用时啊？围甲是2小时45分钟，保留5次1分钟读秒，它是等于是2小时40分钟的时间，然后5次是1分钟读秒。嗯，那还是挺久的一个慢棋。对。围甲用时，像我是属于下得很快那种，基本都不会用。著名的快棋手。对，我是还会下完还会剩一些时间走时。嗯。因为在我用掉的时候，基本那棋可能已经不太好了，还会尝尝。就你一旦一般来讲，你进入读秒就是棋肯定不太好，是吗？对，很慢的棋是，如果快一点的不见得。啊、哦。在讲解的过程中，如果心理朋友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问我们，我们会跟大家互动一下。现在我还是比较关心刚才议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呢？为什么所有的棋谱全部退回去了？现在是又回来了吗？对，他现在又所有的都到后面了。看一下米玉婷对唐伟星的棋吧，还是刚才是看到打了一虎，然后所有的哎，这个棋还是不对啊，这个地方白的怎么会有颗子？咦，这是发生了什么？稍等一下，首先有一个问题，问你下过围甲吧？啊，我下过围甲的，我是从我印象中你很小就有下。对，我是从2006年就开始下围甲替补，但是下的一直都不是很好。然后就现在这盘棋，你觉得现在这个形势下，现在这个情况下形势怎么样？其实现在形势很焦灼，然后这个右下角这战斗是这盘棋的关键，这地方谁处理的好，可以说是掌握了这盘棋的那个步调吧，就是看这角上怎么处理。哦，现在就是黑的很麻烦，黑的如果说提掉白的冲出来的话，白的不见得是破黑的目这么简单，黑的这几个子很有可能死掉，就不好了，走得不好，或者被白的怎么外面很厚。嗯，那也就是说回头看黑的这一串的进攻是不是收获不是特别大？对，黑的可能我觉得问题手是爬一个，这不爬有一些缓是吗？对，黑的就白的尖冲的时候，黑的飞了一下，然后又回到这步棋，可能这步长还是比较顶的时候还是要硬一个。谭老师讲解你那盘，你那盘是哪盘呢？潜伏小朋友，啊，实战。我们看选啊，还是选择了粘上。来吧。哎呀，黑的选择取外士。之前没有想到。这个棋黑的应该是
是要立，这样等于黑的说你如果这边做活，他是要把这个拉出来，对，我粘上追究白起的问题，我是要攻击你或者是吃掉你，但是吃掉可能还是比较遥远。那黑色在攻击中能取得多少利益，这个棋有点不想想有点气疯。因为陈阳业是非常酷爱实地的，就是他可以说是先捞后洗，然后就是破你的空比较擅长的，就更擅长直沽一些，相对而言，对，而且他喜欢实地，没有实地可能不是很好下。那现在这盘棋他可能这块觉得没处理好，现在是被逼到了要攻击白的，那对白的来讲应该已经心理上已经比较高兴吧。直接让我想到了那天我跟阿党讲的时候，不是不好意思，我那天跟梦梦讲的时候，那个第二盘嘛，也是药业就是围了一块大魔药然后去吃朴永训的时候那个状态感觉，对，只能说药业给我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就是实地流。对，其实现在大多数年轻棋手都是喜欢实地，都是这种棋风，因为大家网上练棋还是比较多的，然后是一个这样棋风，可能大家都现在比较喜欢实地吧，不像原来像武功老师那个宇宙流啊，聂老也是那个大局。对，那你个人是比较喜欢，我个人也是喜欢实地的啊，是出身聂老不是属于大局流的，对，但是没有得到真传，可能是还是没有得到全部真传。现在就是黑的把这个粘上，然后白的现在就处理中间，白的飞。嗯，因为药业的棋还是比较轻盈啊，嗯，它棋不是很那个凝重的那种。现在黑的外面已经不好封住白的了，比如说这种照白的这种是可以出头的，而且这种点啊再贴白的自己眼线还是不错的。那现在这个角的损失很大，这个角刚才我点了黑的二十目，那现在双方目数黑的应该还是多一点，对，黑的多一点，稍微好一些，但是多的有限了已经。现在形势怎么样呢？现在虽然说刚才说那个白的在这获取很多实地，但是实际上白的并没有想象中领先那么多，就是黑的如果就是对这块棋白的中央怎么攻击，比如说怎么在下面围一些实地的话，这棋还是就是很难讲，因为白的这角很薄，刚才说过这一靠随时有可能这边白的也没什么目，就是点啊，如果黑的一旦后了或者怎么攻击，黑的有一层后势的话，这角可能没什么目，所以说还早吧。但是那如果你的话，你更想下黑棋还是白棋？我还是喜欢白棋一些。你觉得有目的话会更好掌握是吗？对，因为黑的现在不好掌握，黑的自己本身这块棋刚才说过自己只有一只眼，那万一攻击中就是不能强行用强，然后这个怎么把后势转化为实地，这个也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这个大多数棋手还是不是很好把握。现在现在的局面就是首先肯定是进攻这块嘛，然后但是因为黑棋中间还没有完全的活透，那你觉得黑棋现在是应该从下面这样过来为控呢，还是
什么从这边选择？要是我是黑的话，应该会把白的改向黑的这块后势，之类的，这样跳下来。然后，首先白的这局部虽然眼型很好，但是一时也没有看出怎么能直接做活。那先搜刮它一下，然后等黑的后之后，再去这边破白的空。但是这种只是我的第一感。嗯，就你是觉得从下面过来是不便宜的是吧？对，因为从下面围完空之后，黑的很有可能还得自己花手去再补活中央。那黑的围的这块空并没有多大，所以就是把白棋往黑的后势上赶，对吧？后势围空还是挺难的，让它围出它后势的价值。嗯，好，那看来现在棋局还很早，然后焦灼的局面，然后我们大家休息五分钟再看好吗？在好像下了几步，我们休息的时候。实战，黑的可能不知道怎么攻击了。黑的觉得这两边他可能选的不好，而且这样他也没什么把握吧。嗯，那就靠一下是什么意思呢？黑的实战是先粘这个。啊、哦，不好意思，我啊。黑的现在想强调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说过，前面说过，这下看成这样。嗯。那现在你提不到了，这是一个前面我忽略的一个问题。现在，因为这个粘这边有半只眼，大家应该知道，嗯、地方强调了。那你这个提不是绝先？就说你提对我的死活。对，如果一旦你只能立回去，那我这块棋这边是一只半眼，这边半只眼已经活了。所以白的现在。必须把黑的提回去要求，黑的靠是找劲。来，挡在这儿。啊，挡。就对中间气好了。挡一个，它也有亏的地方，就是黑的这边还的时候，黑的又多了半只眼，对、嗯。等于你这个提，我肯定不用理你了。他是看粘黑的提，白的可能也打不过黑的。这期你要不理、哦、我一打，那。就形成了打劫这块，嗯，这块打劫可能现在黑色劫材太多，白的又打不过，所以白的挡在这儿，说给你活吧。好，白的还点，这是他的，就是这样。提在白的这，咦，是在黑的手里？因为经过这一，啊、哦，提劫，然后白的点，黑的。点白的肯定是觉得黑的必然只有粘，他可能就这样提，反正你这交换嘛，我先点着玩、嗯、我这也不亏基本，他黑棋反击，反正最简单的白棋是肯定不行了，这一粘大家可以看到这被一翻我拐，黑的就顶，那我再拐一下我拐这样大家看到白棋就被黑棋扳死了，然后所以白的粘是肯定不行，那白的如果就是提劫呢，能点一下是不是已经找到劫了？但是这时候因为你对我的死活，因为这地方白的又亏了半只眼嘛、嗯、然后是不是有担心黑的就攻击白棋了？对，你这个可能还温柔了一点，是吗？要我来我直接就坚硬，我要杀你了、那现在你不能不挡，不挡就一冲、就被分断了。嗯，那我被你唬好像。那我黑的就要直接吃你，我就不是跟你开玩笑了啊。所以你现在这边得硬，这冲等于命令形式。嗯，对。所以白棋还得跟着硬。黑的提着，白的身上搬了一个。那黑的如果是粘过去，
黑的。那这一下难就便不便宜还是？这一下应该亏了，因为白的眼睛更丰富、嗯，所以他肯定有自己意图。嗯，棋是好棋。现在白棋如果粘的话，黑棋就简单的冲。由于白棋气紧，这地方现在是只能白的如果吃呢？我如果，哎，我现在没看到你这几什么意思？我要吃掉你吗？我打吃。啊，我踢掉。这样我已经先手补了这儿了，但是我好像还得走一个。嗯，他可能意图是，如果你敢吃，我就要直接开劫。哦，这样。但就白棋不会走下面吗？白的这块是粘不出来的。我如果，我拐吃。那啊，就这样，我吃的太小了，是吗？不是，这后面还是漏的。哦，所以白棋不行。对，那等于黑的几下是先手补断了。嗯。然后这一打吃，白的只能提一下这局部，那黑的这边劫财还有中间劫财、啊，太多了。就白的被打爆。白棋不行。对。嗯。所以只能粘。但是中间来而言被冲，白棋怎么处理呢？这一冲，白的按理说是只能粘这个。那被断了呢？被能断吗？气上。黑的是不是有可能就粘了？对，算了。我觉得他可能应该。对，然后白棋得。他同样是，可以看成这样，黑的多冲一下、嗯，但是现在这目是无所谓了。黑的就是要打爆白的、嗯、直接这样，因为局部劫非常多，对，或者这边靠一靠，这些都是劫。我可能不会那么，我就要找这种大劫、哦、对，嗯，因为白的现在看不出什么合适的劫材。嗯，白棋确实不好找，这地方黑的这还是先手，对，没有什么合适的劫材。所以白的实战一看好像不能粘，白的把这个粘出来了、啊、这个也是可以说是跟刚才比沧海桑田啊。嗯，现在黑棋好像当务之急得把这俩吃了，要不然这被一粘黑的这个对气很紧啊。如果你还是挡，那我现在一粘黑的突然发现自己坏了、嗯、你如果断白的断，白的断，嗯，局部生气，白点，这样大家可以看到黑的只有四口气，而白的这块无论如何的五口气，至少有五口气，对，所以这样黑棋不行，黑的不能挡住，你得直接冲刺两个，嗯，白的这个还是要拉出来，这死了太大，嗯，这块应该这儿都大。对，嗯，因为这块你还得画两手棋吃，而且你打的时候是打劫、啊、对，那现在你要吃我必须得冲，嗯，吃粘，把它吃一下，嗯，那可以说刚才前面说这一路历史先生现在都走不到，嗯，这以后加死这三个字都小了，而且中间这棋粘黑的打吃，由于白棋黑棋这本身不是很厚，所以现在不怕，这都没有棋，这白的地方是联络的很好。对，黑的现在我觉得黑的还是要必须从这块打，对。但是我觉得白棋其实是不是下面走两手就可以了呢？对，我觉得感觉现在黑棋有一点勉强。这黑的好像是哪里出了一些问题啊，我想应该是这里出现问题，黑的这步冲有点想当然了，对，他冲的时候是属应该黑的应该接回去，等于黑的这两手棋已经便宜了，但是这样的话白棋就体验呢，因为中间你我可以就粘上吧，那我还是冲，嗯，那就跟刚才比你的棋形已经很坏了，我再提劫，因为这个劫基本上是能把提回去，现在这两个字也断的，那白的有没有可能弃子啊？这样的话就是对白的应该会，但是又有点损，所以这可以说非常的肉疼，这个
就是为了我形状稍微好一些，但是我这局部损了三不起。那黑的很成功，这个现在白的这一圈没有眼，这个粘又粘到了，黑的我就走一个，这以后这飞出来这几个子都是要死的，而且这木薯黑的就便宜很多了。那你黑的为什么不选择这个图？我猜想黑的这一冲应该是有点想当然了，他认为白的肯定是粘，因为这块无论如果走单从这边看就粘和粘两种下法，那这个不成立，就自然是这个，那我再接法。他可能是这么想，但是没有想到白棋这个严厉的反击，所以黑的在这个地方应该是失误。那如果粘在这儿，我觉得白的因为如果再补的话，黑的还是不错的，再补的话就黑的就开劫，白棋打劫总是不太好的，因为黑的很厚前面，在这地方损失实地，但是很厚。对，但现在这个子已被粘上，好像厚薄变了。好像下面马上拦过来，黑的就很对，已经很难办了。这个下面基本死掉了。就算这边借用，可能也是最多委屈的活。对，何况上面不是一个打劫吗？因为这样来看，黑的本身这个地方就是活的话，那黑的收获就几乎没有什么收获，这俩子还死了啊，这俩还吊着是吗？对，那这个一下来基本上已经要死了，就是脚上也没有借用的话，还没有打这一下。那这下应该是对，我们简单看一下，就如果说看成这样的话，然后白棋粘上，黑的呢，如果吃，白的就打吃，然后这地方我猴先手，我就粘上。应该没有气吧？对，黑的不敢断，黑的如果断，粘，这样，这个气，这样黑的是杀不过白的。嗯，而且白的还可以冲，啊，可以冲，我粘上，加，那。黑的是不可能把白的断掉了，就是，所以黑的绕了一圈还是要打劫。那这样的话，它这个地方被生生的断开了。但现在有可能性就是打劫，白的有可能在下面，我觉得直接就会走。就下面，比如说走两个，白的就还可以。这样拆一拆。因为黑的这个死的和白的死的，现在已经不知道谁大了，本身就不知道谁大，而且白的还很薄。刚才说过，白的是在这儿得了接近20目棋，然后黑的要攻白的，那现在白的把孤棋全部转化成后势了，这个棋黑的这个冲这步棋失误非常明显。现在好像感觉黑的有点难办了。对，现在我们先回到实战的样子，现在是看成这样，现在要为黑的想想办法。但是如果白的冲走粘，现在如果是补这个，白的如果这样会怎么样？但是这样的话，黑的这一串就亏太多了。对，黑的调子很奇怪，那这一下也没有走到。如果走到这一下，黑的这两个字还是不会掉。因为现在这都提通了以后，这几个不是棋筋，所以黑的除了在收官阶段以外，就再也走不到这一下。对。而且现在中间真的白的可以搬，把你打。我有没有反击？那不便宜。我当然脱先了呢，我就再走。那这几个子就掉了。但是我不太肯被你打成这样，我总是心情上想。如果像这样的话，以后就是白的这一冲，这个局部就太惨。就现在两个子还掉着，那。黑的一只眼也没有，这一根棍子。所以说黑的这样也不是很行的样子。这样，因为我觉得白棋就算，白棋就补一个好像挺冷静。对，这样的话就难言中间谁后吧，因为有白棋有这个后门的关系，黑的也不干净啊。对，而且黑的吃两个子木薯损和吃一个子弼。相信黑的这时候也会懊恼自己的这步冲吧，肯定会很后悔。现在还没有下，
我觉得黑的还是会开解，开解因为这个地方一吃黑的中间全部都厚。嗯，那比如说白的我就先提结嘛，然后你要找美眉结呢，我抽，我粘上提结，我中间这个可以吗？可以，但是我找完以后我好像变薄了。那你搬我是赢在哪儿？我觉得得断吧，这挡在这儿，这每一枚结很快，真的是断。但是你断完以后好像这地方也没东西了。那首先断直接被一冲黑的，这已经死了这两个。哦，那本身这一搬怎么啊，我还可以打吃啊。啊，哦，这样好吗？不担心。对，因为这我们大家给大家摆一下，这个，现在呢黑的如果粘上就显而易见被打死了，那么如果提的话呢，因为由于气太紧也是不行。对，那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儿以后，黑的如果不硬，白的提还是先手，所以这个局部好像搬的时候黑棋尽管不情愿吧，但可能还是只能挡，确实只能挡。嗯，那黑的这局部有点太惨，因为白的现在侯也是先手，嗯，粘也是先手，白的就不走，白的就提劫，黑的可能要找这一枚吧，还是这个吧，是这个好，是我提，你没有劫了呀，提，那我如果再找一枚你找什么劫呢？我这有点麻，对你也 不太肯把这下走掉，粘上算了，粘上，然后那么你找哪一枚劫？我打一下，这下也有一点点不可，还好吧，因为毕竟打完提还给你留下一个断点，这地方还是有味道。对，我也提。嗯，怎么说我也是先把你吃了再说。嗯，你可能会走掉，基本会我提掉。我们可以判断一下，白棋现在如果就走得稳健一点呢，这有点太跳一吧。嗯，好，我们这样来判断一下形势怎么样。嗯，这块十。这块四十多目，但是这个地方由于这提完了，白的还有个断点，黑的可以考虑赢，先算四十目。嗯，那这块四十目，这块就要点的很大了，因为这个地方还是白的边，这块先算它十七八目吧，然后这块是十三，嗯，四十十七八目，七十多。对，这个东西，那黑的好像，黑的现在只有这一块空。嗯嗯，黑的刚刚就是二十三四，这盘面可能差不太多现在。嗯，然后因为，就虽然白棋中间有这么几个残子，但是这地方，就是说现在就是黑的。怎么能把白的这块破得很成功，而且还要白的这几个，对，嗯，这几个很薄，但是要注意一点，白的万一连坏，黑的这块棋很有可能要收气，收气吃白这块，嗯，那黑的还要补几个，对，这样来看，所以说白的好，应该是白棋好下，嗯，毕竟黑的这个失误还是很严重，好像，嗯，本来黑的这块是铁厚，现在被白的吃了三十多目，对。我们现在看一下实战下成什么样，下了很多步，我们来看一下，先收，这样实战也是白的吃了一下是必然的，嗯，然后粘上也是没有问题，实战黑的就没有开解，黑的就拆二，嗯，还是选择他可能也是判断那个图应该不好下，因为像像职业棋手很有可能就是判断两个图，一个图觉得肯定不行呢，那就下另一个图吧，因为这个图肯定不行，那个图是可能也不太行，但是可能那个图还有一线生机。嗯，白的就把上面补了，嗯，然后黑的，黑的说这几个子你已经被我吃住了，但是看样子好像不太像呀，对，我靠，白的不会那么轻易的死去的。嗯，哎，这个啊，黑的气太紧了。白的在这个时候吼一下是什么意思呢？就他怕这个地方
万一黑的以后收气吃的话，白的这下就走不到了。就他在想，有可能就把这弃了。对，是有可能弃掉的。嗯。啊，果然他实战就，啊，就选择了一个弃子的吧。投。对，他这吼了一下，嗯。靠。这一靠。是有引征什么的吗？意图是。我暂时没有看到跟征子有关的图，但是他这局部本身黑的吃掉白的是气挺紧的，冲，这样白的就最简单的退是先手，那么黑的无论是收气还是就是外面黑的这块气很紧，那如果我在这靠的时候你要用强的话，这很有可能我就利用上了，就这个地方。可是我现在收气的话，黑气中白气中间不是只有两口气？是只有两口，但是这块你不能用强，就说啊，他就是希望你先在这边软一下，我可能这边就换一种下法了。因为这种下法是很极端的嘛，只有在这边利益更大的时候才会这么下。白棋保留。但黑的这时候我觉得刻不容缓，黑的必须反击。因为形势的问题。对。白的飞。他应该就是准备简单包扎一下。这黑的这时候现在有两种下法，一种吃这个，一种吃这个。那如果吃这个，那白的就算了。我以后就有先手味道。对，因为你这已经亏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好多已经亏了八目棋了。不肯吧？对，那黑的我相信黑的应该不能忍这口气。那白的必然是会要这边断了。现在白棋就外面的借用非常多，可能就简单的这样子，就空场一个吧。对，空场，因为黑棋如果补中间的话，我们很显而易见的现在是白棋三气，黑棋两气，白棋快一气，那么黑棋如果就简单最简单的补的话，那这个地方借用太多了。对，而且白棋中间还有三口气的话，一旦黑的这退，然后白的比如说什么打了一贴，黑的就有可能就爆掉了，让你滚耍个金鸟。好，这样大家也可以看到，这次黑棋难以兼顾两边。对，你现在黑不能粘了，粘被一吃全死了。那你只有提，那我吃你粘，那我先手把你这三个吃，然后再走一个，那这黑的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白的这靠的时候，就是想问问黑的，你到底敢不敢搬？对。因为由于黑棋中间没活，这几个可以算是棋筋，白棋哪怕在下面损的再多，它可以把这几个拉出来，这样黑的上面就死了。对，就实战白的冲这个的时候，黑的看这个吃我先损八目我不够了，那我吃这个好像刚才也被摆平，那我先攻击你。虽然你这个地方加前一后门，真没打掉，不好意思，刚刚没有弄。虽然这地方可以加死，但是你这块棋在没有走这手棋，如果我一走你是没有眼的，但这块棋整块棋都没有眼，而你先要补强自己，你是贴或者粘，那我比如说先封你走，那我再回到这吃，那你这一沉无疑是损了。所以我要抢先攻击你，这双方在这儿都是不可退让。现在就下到这。对，这一飞是应该是好棋。白的敢贴吗？贴的话，黑的可能搬一个，继续跟着白的走，因为这个地方白的无论如何不能被吃死。吃死这个就太大了。而且黑的这些都是随时都是先手。对，
这样看，其实我觉得白的这几个下的是不是有点想当然了？白的有可能应该是先保留下，先把这个交换掉。对，我觉得这两下，因为基本上这样的形状，白的不太可能用这几个。那我觉得他可能应该把棋下成这样，然后这个冲非常严厉的时候再来这靠。对，因为这本身这步靠是很损的，而且中间这个的本身目数大概也就20目，就也不是黑的非吃不可。而黑的如果这样过来，我觉得白棋就算连回来，这地方还有点保卫。感觉白的次序上稍微有一点点的，对，白的可能也是前面下的比较顺，就这边走比较高兴。黑的先反击很严厉，嗯，白的最强的肯定是贴，那黑的现在刚才说到要搬，白的局部是这样走了一走是可以活的，但是黑的一吃刚才说的所有的手段，所以这边冲啊都没了。嗯，但白的如果不这样走，比如说这贴也不行，因为贴这块只是先手护住了一只眼，这样黑的就随便走一走，对，先手，黑的走哪都是先手，因为只有一只眼，没法。你得加回去的话，那我现在就再吃，你中间还是什么手段都没有。对，而且这步加目数不是很大，这个三个子是能被挤死的。嗯，加完之后，加完之后被一挤就死了。啊，白的贴，最强的应法。那黑的这步搬，我就想也是必然的一招，因为黑的如果退的话，那白的就便宜了。白的就拐，嗯，那等于刚才和我贴比，这拐和你头交换了一下。黑的会不会还有可能保留一下，就先不走？黑的保留的话，但感觉眼见的搬一个好像，对，白棋不是很好硬啊。搬一个白的难道要端吗？但是这上面总是欠着一点，可能暂时还不。但有可能。这棋会黑子不知道会不会直接吃啊，又是这个棋很白色就冲，你如果吃你这吃掉的应该是不便宜的啊，这样虽然你吃看看了吃的很大，但是白的这边好像更大一些，尤其这几个子全部都连坏了，黑的还得洗吧这里边，对，但是白的可能就吃一半，可能就比黑的这个大啊，就被白棋气死了。对，白的可能也不会马上赢，那黑的也不会吃。李世石在乱战中的能力是非常强的，他是基本是酷爱乱战。那他啊，黑的实在没有搬，哦，黑的吃坏，黑的管想保留吃坏，黑的肯定是觉得搬可能怕我们断，就刚才说的这个吃白的不大，嗯，下手其实我感觉到确实是没有想过，嗯，加，嗯，反正我第一感黑的不是力就是虎，对，因为应该只有两种下法，黑的力，嗯，好像被白的一顶，啊，一眼毛去就不太行，我这俩已经掉了，啊，这五个已经掉了，黑的搬是搬不过的，嗯，先摆大家摆一下，这被爬以后大家看到由于黑棋气紧，所以这个地方这五个字已经去掉了，对，所以那力可能已经排除掉，那么我们排除法就可以看出应该只能虎，白的大吃，如果是形成这样的话，白的很厉害，这个棋，嗯，这样的话现在可能还要打白的粘住，那这样白的中间是不是现在
可能一切都来不及了。你这块黑的死了，可能比白的这块死的还要大，这样全部都死掉话、就是说白的虽然这块看起来特别大，但是也不是非得要不可的，是吗？对，因为这个其实还是紫比较多，干都比较干木。这二十四，十八个紫，嗯，三十，五十木肯定有吧？对，五十多木。但是这个地方如果全死掉的话，和黑的干成了时空，还有全死，应该不止五十多木。就比如说，你什么打了走啊？嗯。白的就比如说就是不是还是可以贴呀、对，贴黑的无论如何这个不能被白的冲回去，那就打个比方反射来讲现在吃掉也不成立，对，嗯，而且吃了可能也不见得有这个看的这个壮观、所以现在但是实际上黑的还是火，说明我们排除法没错，只能虎。白的顶也是必然，应该。嗯，虎也是必然的吧？对，如果长是不便宜就被。那白的会这样转身吗？白的也有可能是便宜吗？你提我再补在中间。但是我觉得白棋的收获其实，因为黑的本身差二挺薄的嘛，然后我现在活得很厚，我这边就可以放心的去折腾你。对，我觉得可能白棋不满意吧，这样。白的不能放过黑棋，那白的护。白的还没有下。对，如果下这样、嗯，那还是有一些必然性嘛、嗯。那黑的不能长，长被一粘就死掉了。那你如果继续提，我怎么觉得黑的好苦啊？这里面是慢了好几期。不，这地方黑的就只有一只眼，先有一只眼，局部。嗯。那你要从这个地方怎么跑？刚才说过，白这个地方有先手。而且从目数上来讲，白的是不是就把这都围住应该就够了？现在你这种退啊什么的，不知道还能不能退到。嗯。哦，还可以顶这个，没注意啊。顶这个。顶这个的话，黑的有没有可能就算顶这个真的好吗？因为刚才顶说过啊，顶的时候黑的或许他。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话。黑的就转了，黑的应该还是要打这个，因为黑的打这个、黑的就算弃子的话也要打这个弃、所以要是弃子的方法、弃子斩杀就是吃这个是肯定不行的，大家能看到。好，就首先局部这个、白的只能搬，对，我看错一次里面，这样大家看到这地方三弃对三弃，白先收，所以黑的不行，黑的是吃这边上。黑的是怎么弃子呢？粘上，这样白的拐。那黑的是不是在吃外面？嗯，因为现在黑的白的吃的时候，黑的能提了。哦，就白的不能吃，等于是可以看成这样了。那白的这块先死了。我觉得白的这样下风险太大了，也不见得。这个地方如果你全死的话，好像。但是我觉得。但你别忘了，这还有冲。嗯。这个棋还是非常的复杂。但是如果我一旦活了这块，你吃这块肯定不能跟我这块比。是。但是我现在说你活不掉。我。比如说我就搬，你得挡住。嗯，我得挡。我贴，你要粘住。这是命令吗？啊，这还有一节是吗？对，很不愿意啊。那这样好像是很危险。你这个棋能活吗？如果你活不掉，那我吃这个应该是比你吃这个大。嗯，对，嗯。但是我觉得这个棋有可能还是顶在这儿更狠一些。嗯，总觉得这样的话黑的就有弃子的一些手段，而且黑的粘可能有点简单。对，这棋反正
都环绕着弃子吧。谁死了也不见得不行。黑的吃，白的粘。嗯，棋迷们有没有什么问题问谭明远呢？八卦时间到。觉得顶尖和一般职业棋手的之间的差距在哪儿？是无法弥补的吗？顶尖和一般棋手的差距，这个问题很深奥，问的。怎么说呢？其实每个棋手都是跟自己在战斗，我觉得，然后自己的一个突破吧。当你慢慢突破，可能就到达了顶尖。然后具体的我也说不上来，但是反正我相信，只要你一直努力，早晚有一天能站在金字塔。嗯，没什么嘞。啊，对。哎，有人说你希望你以后下棋可以慢一点，然后可能成绩会更好。你觉得是就是棋的速度会跟你的成绩有很大的关系吗？我觉得可能关系不是很大，因为，我那种快可能也不是刻意的，就是我是很自然的，但是。其实我也是挺希望我的棋能放慢下一点，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很自然的就下得非常快吧。啊，很快啊。对，然后老觉得对方好像下得很慢。嗯，但其实就是你是会在对方思考的时候也思考。嗯，对对，对方思考的时候我思考，然后我觉得就是，然后他思考好了，然后我想一会儿我也思考好了。嗯，但是我优势还是。显得非常的不合理。哦，觉得布局就怎么提高，就方向啊这些比较缥缈的东西。布局，最近我看那个。赵老板的那个超好用布局我看不错做的，然后他里面说一些东西好像就很有道理，反正我也看了一下，然后觉得很实用，然后希望大家能多学习一下。然后布局主要还是大家多看一些高手下棋吧，然后肯定会不自而然的能学到一些思维啊，或者什么，然后还有多做题，基本功很重要，是吧？对。看一下。我们再看看梦梦那盘怎么样了吧？哎，不对，梦梦都下完了呀。梦梦早就下完了。还有，你有女朋友了吧？我现在还没有。那就是以后会有的。对，以后总会有的，但是现在还没有。看一下。我们要不再看看刚刚唐远新那盘棋吧？对，但这盘棋现在，我看的是一城的直播，但是他这个，他又改回来了。果然，刚才我们中间有一度看的时候没有这两个字，就突然不知道怎么回事。哪个地方？这刚才这两个字突然没有啊？对，虎。嗯。然后打劫，刚才说到这个劫是。那个白棋打不能打输的一个棋。嗯。这解说，解说是雷震坤解说的。嗯。感觉白的非常勉强，因为这个解找的都很损。就现在的形势来讲，
如果黑的找下面这块洁白的是必须跟着硬对这块洁白的这块洁白的不能死。嗯，应该哪个角白的动这个角也不能死，就是这个地方是洁，这个地方肯定是洁，这个地方你点角白的肯定不理你，因为点完角也不见得能活下不去，连走两手。嗯，就点角的话，因为点角如果白的跟着鹰，这个地方就走不完了，全是解。好，那现在冲到这儿的时候，黑的没有下，这个地方除了断还能走别的吗？他会不会在想，因为上面还有一个打，但是应该也不太行。对，黑的应该断是会断死一手。嗯，断的时候，那白的意图肯定想吃。说明这里边一拐是有气的，如果你粘上我一拐啊，你加我一路一吃，这就出气了。哦、嗯、你如果搬粘我打，那你只有三气，三气对三气我先下，那你也是死了。嗯，所以说这地方现在黑的，这地方如果断的话解释还挺多的。对，黑的不能粘，黑的需要补手，白的继续。这样的话，黑的是不是只能找下面的劫财？对，这下面劫财，但是下面不好 找，对，因为找完白气也会。首先，这枚劫财如果找了之后，那白的白气反而输了两枚劫财，黑的还紧气了。那黑的一旦是搬这种，那就很损目，这白的有点。所以黑的这下面劫财虽然有好几个劫财，但是不好找。嗯，而白的脚上反而这现在有两个劫财，所以说这打劫可能黑的一时还打不爆白。嗯，那现在很有可能就是黑的要在这个脚上连走两手，黑的想怎么做活，黑的如果能活出一块还是还可以，还是黑棋还可以是吗？那这样来看应该黑的比较主动。嗯，嗯，我们再回到这盘棋上吧，下了挺多步的。嗯、就打吃，然后粘上是必然的。对。然后打。嗯，黑的虎。我刚才说粘，现在黑的虎。白棋搬上面。这里面的。白的一定是，一定是担心黑的把白的吃掉，白的绝不可能担心黑的什么退一下这种，那就太简单了，或者什么拐一下之类的，挡一下。但是现在黑的吃的话，下面我觉得挺危险的呀，如果吃的话。你不能吃这，吃我一提。嗯，我只能搬是吗？对。不然我就挡住了，那确实有一点点的担心，这地方什么以后跳一跳过来，对，眼泪还是味道很重。嗯，是这样，是要形成转换了吗？嗯，像这里面是你白棋已经死了，白的如果团着收，黑的如果直接搬这个，那很简单的就被粘死了。对，就黑的现在如果立的话，白的靠，黑的虎不到这一下。嗯，那么黑棋如果是搬这边的话，现在虎哦，虎被白的一路一搬，对吧？这样就形成打劫了。嗯，因为白的不能挡，如果挡的话，这地方延了一气，黑的就收气，显而易见，白就死了。但是，可是如果你走这个，我粘，我虎，那我一路一打，哦，还是打劫，就打劫了。黑的现在只能坐，是吧？对，那黑的应该虎一个会更好。那其实一样的吧。这棋形成打劫的话，黑的乐观吗？黑的走不到这下，
那白的实战等于在这保留了，没有再走。白的冲了一沾，我相信白的一定是看到了什么。好在这，如果你打这个，我跑，黑的跑。这样是不是中间有问题？黑的贴，白的打。白的纸质下怎么走？不好说气呀。这个棋白的是不是直接就顶住黑的了？顶了单是吗？对。哦，没看这本。管。但这，你得把这下走掉吧。我不用走掉。你不走掉是吧？我现在不能管吃，因为管我不能管，是被 pass 了。是被 pass。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地方黑的气太紧，所以黑的要把这下卖掉。对。好大。把它走了。那你就不行了。白的一定是看到了这个图。就被贴死了。对。一粘为贴，这就死了。那所以黑的这个步打不成，你黑的只能吼。那么好，我们看一下白色。白哥这一贴黑的好像已经很难受了。这黑的好像很惨。这下可以保留吧。这下无所谓了，打掉了。生虫。这还不行。我无算，这冲黑的现在可以冲了加。加死了。对。白的是不是可以考虑这些都不走就开劫呢？那白的走了两下再不走，这劫这已经响了。白的是不是没有注意黑的好弄？因为第一感总是黑的要打了这么冲出去，他可能一看这个图黑的不行，他就来了。是，现在用时应该还没有进入读秒吧？不知道双方用时是什么情况。嗯。正常来讲应该没有。嗯。知道，我们看看帮白棋想想办法。那白的这边走两手，因为你现在走，黑的就什么压一个。白的会不会这边太小了？贴成那样以后看。那贴成那样，白的这边太损了。白的交换成这样肯定是不便宜的。白的把所有的味道和劫材全部损掉了。虽然不知道这样开劫形式怎么样，但是白的就这几个而言肯定是非常亏的。这样，白棋，因为白棋长都不是选手，就只不对长没有什么很好，长黑的还能贴，对，这才是白棋。对，这地方如果你只是这么回去的话，那白的就算了，什么我打一下呀，然后再把你先手封住，那这样你以后这还欠个断点。我在这块给你开劫，那我比较高兴。但是下不成劫。那白的会直接打了虎珠吗？但是虎这个位置，白的现在就可以脱先打劫了。但虎比粘还是明显要差了不少。但是这样的话，白棋毕竟也算是包扎了一圈。对，但是白的冲就没有道理了。
就白的直接全部走，直接开点好，白的这几手就全部都。嗯。他打了虎的意思，如果打了虎就是说明他看错了。现在很久没有下棋。白的既然很久没有下棋，还是看错了可能性大。嗯。哎，你觉得你的弱点是在哪？为何就是今年就最近吧，应该成绩不是很好。你觉得你的问题应该在哪？嗯，很多方面吧。首先我的棋块就很有可能是我的弱点，因为棋块肯定会有一些漏洞啊，然后还有忽视的就随手比较多，可能这是我一个弱点。但是有时候又是我的优点，就不好怎么说。嗯，但毕竟还是比较不稳定发挥，主要还是。嗯。啊。嗯，下。嗯。要不我们看金志新那盘棋吧。也是，嗯，今年好像印象中金志熙在围甲中成绩还挺好的。对，金志熙去年围甲战绩非常好，他是去年围甲是只输了一盘棋，好像我印象中。啊。那看一下他对韩寒这盘棋。一开始黑的这个。小迷你中国流可以说是，这正常迷你中国流是，嗯，要往这边一步。但是最近这个也非常流行啊，之前你跟石哥的棋也下这个行吧。对，但是最近就是所有人都喜欢下这个，嗯，但是不见得就肯定比这个好，只有说是喜欢可能变一下吧。但金志熙手脚肯定他不想被黑的，就是有套路之类的所影响。他就是你该走什么走什么，我走我自己的。像这样双方可以说针锋相对。嗯，各为各的。对。嗯。那黑的这手棋，其实我比较有疑问。那从气势上来讲，黑的应该是还是走自己的，因为黑的要比白的这边要大一些，而且黑的有先招效率，应该黑的更不怕那个双方互围。嗯，因为一般来讲说先进去的一方是亏的嘛。对，而且白的这个无有角，然后这个什么都是低位，显然比黑的这边扎实。黑的首先子都在高位，然后这边又不是无有角，又走得很大，黑的毛病比较多。这样黑的先进去感觉调子很奇怪。嗯，那黑的先破白的，白的就要破黑的，这样双方都打散了。我是觉得黑的应该是要继续围的。啊，就这样更不容易体现先招效率。对。嗯，但这个局部变化很有意思，我是第一次见，反正不知道他们是先想什么。这双方下的都非常强硬，黑的在这个地方活得很苦，两不起。但是黑的说我把你断出来了，你这两块非常难处理，左右都是我的子。嗯，然后你局部也都做不活。那白的如果两块都想要的话，无疑是战斗非常苦。这样来看的话，白的在这局不用强，可能是不是有点过分？对，有点过分。嗯，因为子力上毕竟还是应该怎么浅消一下。嗯，他直接这么硬来，可能不会有很好的效果。这样白的这块棋显得非常苦。嗯。对，现在这时候应该中午封盘，我看哦，黑的铁，
感觉白棋两块还是有点苦啊。对，白的非常苦，白的这个地方现在明显要粘，不粘被一断，就白的一走被一断，这肯定死，局部做不出眼。那你粘黑的，比如说搬了长，只要黑的这块不死，那白的想从这个地方想出头还是很难的。嗯，对，实战白的单只有粘黑的拐，这个拐其实我觉得还是黑的为什么不先搬一下，我是当时没有看懂。黑的搬如果白的断，黑的打吃，那白的如果是打吃的断，对，对，这底下的气是黑的快一气，嗯，这样白的很明显只有两气，你就算跑两下变成三气，我有四气啊，这样也不行，对，你杀不过我。嗯，那么如果搬你是挡在底下的话，那我这个打吃啊什么接应我就不打这下了。嗯，对，我这什么小尖啊，是先手，并而且以后并对也是先，你就算打吃掉，我这还可以，以后没准可以这样二路捞打，嗯，我就可以不走掉这下了。嗯，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搬一下不会亏，他拐可能这步棋稍微欠妥。嗯，但他这下的很强硬，他是如果算清的话就是好棋。对，但是算清其实就等于这样黑的断了一下，其实也不亏。嗯，这下断也是不亏的，本身路数上也不亏。对，而且如果真吃棋的话就已经跟木没关系了，搬了连搬。但虽然这样，我觉得黑的硬吃白的，黑的不见得有成算。嗯，这块棋这样复杂，对，非常复杂。这个你可以看快一些，稍微，嗯，实战这样应该是把白的成功的吃掉，黑的非常的强硬下来。嗯，就这样来看好像白棋不太行。对，白的现在要在外面这块做一些文章，否则白的局部已经死，这是刀八五，然后黑的这块棋也是活的。嗯，好，哦，这样等于后来是白的就等于是弃子，但是现在应该是白的不太行，白的只吃了一个角，但是这块棋全部死掉。嗯，好，那我们先回到看李世石这盘棋吧。嗯，对，我们看一下。小李还没有走棋。嗯，他我估计应该是可能不算，因为如果看到的话不会这么久还不下。对，嗯，那他现在不算了，无疑只有打了虎。嗯，至少我目前没有看出了更好的办法，这就走白的开劲。白，这样如果我点是什么？点我搬呢？搬是什么？这样黑的，这样黑的是杀不赢。哦，对，那你点我怎么办？嗯，给大家摆一下，这样是黑的不行。对，这样提一下。嗯，由于这个地方黑的还要收后面，然后这样是白棋快气。那这地方不是大气。嗯，那一团你是已经死掉了。哦，哦。你搬也是一样的。就是总是被一点是吗？因为我第一感第一感挡着这了，是以为黑的已经快气。嗯。好的，我们前面一直讲的有问题。那这地方不是打劫的话，他肯定是想怎么把黑的这几个子也给卷进来，因为这一团就白的已经把黑的吃了，那如果我怎么办先手分段的话，那我就全部把你吃了，你肯定不行了。嗯，但是
我有个问题，如果说这个地方是死的话，那我觉得就从形式上来讲，如果白的下的简单一些，我觉得应该也是白棋好，因为黑的吃的这个木，对，我们就先摆成这样来判断一下形式。哦，就不，这下就无所谓了。哦，对。然后这样来看，如果你还要花手棋补回去的话，那我本身我吃的就比你大吧。嗯。那我这地方还围住了，这样的话，你可以比如说带着我们点一下，十、二、十。黑的这块四十五，三十四十六，十六，全盘不到六十吗？黑的全盘不到六十。嗯，十二十二二十二六二八，这地方没目，二十八目，这个、对，这是十三目，四十一，五十，这应该总是对，总是白的赢。嗯，这地方，我总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呢。这地方没有什么问题，这地方以后有官子一路见你。你想那样收吗？对，这地方以后只是有一些官子罢了。啊，提你提我提，这是不收官好收。对，以后只是。这样黑的能有一些官子，但是这个官子跟现在目数好像已经不搭嘎了。嗯，那现在该点的话，白的盘面已经遥遥领先了。那棋还是黑棋困难啊。对。嗯，看看黑棋走棋了没有。白棋。哦，白棋，不好意思。他还没有走。哎，这怎么还没有下呢？还是说他时间还是很富裕，考虑的更清楚一些。嗯，我们现在看一下，他肯定在想有没有一下把黑的击溃的方法。嗯，是我觉得没必要，就是能赢下来就很好了嘛。然后怎么样把优势化为胜势就可以了。但我觉得李世石这个人，他首先特别有特点，他就是能走最狠的，绝不走那个第二种方法，他都是最狠的，招招都要你命。嗯，这也是很体现的特征吧。嗯，就绝不手软，但有时候是也是这样的。就是在优势的时候他可以收手，但是他还想继续占你的便宜，然后被对手反击了，有时候就这么输掉了。但是这个人的特点有好有坏。嗯，我们看一下。哦，十月那盘棋下完了吗？十月下来了吗？啊，十月的棋下完了。哦，哎呀，被我说中了，石哥赢了。那我要看一下这块是怎么下的。嗯，你是当时就推荐说白棋比较好下？对，我说白的好下一点，但是由于还没有定型。哦，哎，那刚才这个网站他又摆错了，他摆的是刚才是粘，我说白的粘一下嘛，那实战黑的是粘这下干嘛？黑的直接顶住了，然后是粘下还有可能亏目。对啊，所以他又摆错。这个也确实这个问题，感觉每次在看这些棋谱的时候，错误都挺多的。对，不知道为什么。而且就是像一成解说的，他很有可能解说半天，一看啊，原来不是这么走，又要重新解说一下，挺不尊敬。
哦，这块果然是白的，我刚才就说白的这底线很薄，然后白的补了一手，嗯，然后我说补一手，白的时空要领先一点，当时说，但是还是很多，但黑的一看肯定不够了，黑的果然还是运用了这里的味道，但一点。啊，黑的等于走了这些，就想让白的收气吃，但是白的外面气貌似有点太长了，黑的等于这是最后一搏吧，可以说。哇，果然这一步一路一猴让我印象深刻，啊，我对长歌就长号九段有一盘棋就是下成这样，然后那盘棋是当时他如果不猴他吃一个，然后我吃一个，那是他形势好的棋，但是他觉得这一猴已经把我击溃了，嗯，因为白的如果想净吃黑的，白的首先必须得长，不长的话已经打劫了，那你如果长这个，那他再扑首先不输，他扑这已经缓一气劫，一手棋把他消不掉，那你长在这儿，他无论真打吃心情还有什么都便宜了，嗯，那盘棋是我直接都脱先了，然后这地方双方一直这么放着，等于说非常复杂，嗯，他导入了复杂，但这盘棋不一样，黑的显然不够，黑的必须得寻求复杂，黑的就走这个，嗯，这是非常顽强的一步。好，黑的看直接扑劫，黑的如果直接扑劫，比如说找脚下劫，那白的自然不硬了，黑的活，那这块黑的整块棋大家突然发现好像黑的全部都要死掉，那自然这底下这劫就太小了，所以黑的还不能扑，嗯，那黑的可以说非常勉强，黑的来造劫，这相信石哥心里已经很有成算了，啊，这粘我相信是打将，嗯，劫黑的还是面临刚才的还是不敢扑劫，也没有劫菜，嗯，黑的粘一下之后，粘一下就便宜了非常多，如果不粘直接扑劫的话，那白的这跑一下，黑的这块局部已经做不活，如果这一旦被分断，那黑的局部是死棋，哦，那实战黑的这粘了一下之后，这白的就不能跑一下，那黑的先扑劫，嗯，白的等于就把这脚吃了，这样黑的在这局部还是非常损的，哦，等于黑的所得并没有损得多，黑的看来还是不够了，嗯，后面好的，现在我们再回到这盘棋，嗯，对，就刚刚一个问题，我们刚刚不是看说团的时候黑的搬，对，然后最开始说白的白的搬嘛，打劫，然后黑的因为打吃白的可以粘上，所以黑的要扑，哎，黑的，对，但现在黑的立靠，对，搬粘红，爬了搬在脚上是沿了一气，哦，我们就说为什么白的还没有这吃是没走，因为这地方原来是白的死了，啊，我说我们搞错了，嗯，然后抱歉了，这一搬，由于在脚上这特殊情况下，黑的搬了长了一气，那白的这地方，黑的是已经一手气，是吃，嗯，啊，这个是我们的失误，这个失误的非常抱歉，嗯，确实跟脚上有关系，那等于现在白的不能随便简单的处理，那白的是也是看错了吗？白是在这个地方还是这个地方有误算呢？白的这不搬，因为如果不搬的话，这个棋觉得拐或者什么，至少还是非常乱的。就是黑的，比如说吃白的，就像我们刚才那样搬了贴，嗯，那实际上白的如果搬挡，点完要是没有东西的话，这两边如果是都没有什么东西的话，那目数白的肯定是不够。但是白的刚刚这一串就不知道莫名其妙不知道在干嘛，对，如果是白的什么走一圈还要自己在家的话，白的肯定是不够，嗯，那
这样的话，白的是在哪个地方有无算呢？白的是会以为这个团也是跟我们一样以为团死了吗？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确实有一点，不好理解，而且感觉这么久没有下棋，对，这么长时间没有落子，确实，还是这局不，如果打了贴，打了贴的话，不对，这很简单，黑的现在如果是这个地方白的已经死了，黑的就直接收气吃白的就可以了，我都。不用那么复杂贴，因为刚一直说贴，我是怕什么打了收气，然后把我这边有个解，刚开始是有个解。那我刚才那些所有说的都不存在了。嗯。那我只要吃掉你，我就赢了。嗯。那我就不跟你搞了。嗯。那怎么办？实在是不知道白棋能怎么办。我觉得他是不是还是这个地方无算，因为他如果是以为简单的看，因为觉得黑棋，因为我们一般来讲来说这种棋都是先吃的嘛，是第一杆，然后吃跑成这样，因为他如果这个地方有无算的话，很有可能是会很快走完这边，突然发现这边看错了，或者是他走完这块看到了这块也是有可能。那这样来看白棋应该是无算了，好像。嗯。但本来应该白棋非常好，白棋。对，感觉是要，这时候如果白的不顶，不顶这个的话，应该是白的非常好。就是刚才我们前面提到。顶在这儿。顶在这个。嗯。然后黑的吃白的虎，这样黑的还欠手气。黑的如果提这个，黑自己只有一个眼。嗯。那。顶的时候黑的很有可能是弃和吃在这儿，这是白的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嗯，但是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吃这个呢？吃黑的还是黑的要提，就是他总是要提在这儿的。对，但是现在我如果吃呢，是但白的是有可能是要冲的，冲得到吗？你现在冲我退呢？哦，对，行，那我再我再冲过来，我再吃这个。那如果你吃这个，现在肯定是吃不到。嗯，这个地方，黑的。如果你冲这个，那这个就走不到。那我现在就把这个粘上。嗯。那如果你是要死，那他如果交换一下，走掉这个的话，我就不吃这个了。所以这个棋还是非常的妙的。你走完这个，我就直接搬了贴。我就把你这一块全卷了，但是还是其实有点风险，是有点风险，但是看样子还是黑的危险。嗯，他顶这个可能是认为已经这样把黑的吃住了，但是我觉得他是不是不知道他是误算了上面还是误算了下面，你总感觉这棋毕竟拐出来还是挺乱的，怎么会就这么简单就不行了呢？现在还是没有下。这个比赛是每方2小时40分钟。对，早上九点半开始，然后12点封盘，1点续赛。2点半，2个半小时。下午下了，现在是4:40。3个小时。那理论上来讲，应该读秒，应该读秒。那为什么？但还没有下，我不知道。这盘棋一直下的很乱，双方时间应该不会差的很多，应该是很焦灼的状态。我们现在回头看，就是黑的这个地方是一个明显的失误。对，黑的黑的这个黑的粘上是不是或许应该是黑的挺好下的棋的局面吧？对，因为黑的粘，白的只能去补劫，然后黑的这边冲过来，白的走完以后，黑的再攻击的话，这个地方不输。我想在黑的虎的时候，白的一定没想到这步提会提不到，否则白的一定会先提掉。
白的在这个地方是，如果白的先提到的话，后来那个粘一切的问题都没有了。但是，对，可能白棋想保留一下吧。对，白的觉得这个题这怎么是我的？你怎么会往这儿粘呢？他肯定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还有会不会有可能他提的时候担心黑棋粘在这儿？一路打。那确实还应该走的，不过他也没有想到后面。对，沧海桑田。这都是下的棋者想不到的。嗯。后面点的时候，黑的这一贴，可以说是贴了几非常妙的了。嗯，挤完了再粘的话，白的很难下去。但反而实战，由于先冲被白棋粘过来以后，好像棋瞬间就是白棋优势的一个局面。对，这一步只差不起。嗯，但是反而相对就是白棋后面的，其实白棋感觉步调下的不是很简明的感觉。对，本身因为我们可以看跟黑的粘回来，白的同样要做活比，就是上面是没有区别的。那我们就看下面，下面本身是黑棋粘过来，这地方有实木棋，然后去攻击白棋的局面。实战等于变成了黑的这地方木没了，然后还被白棋，就后薄还有发生了变化。应该说黑的这步冲本身应该是失误了，然后亏了很多。黑的其实唯一便宜就是这个地方粘，把白的让白的补回去了。嗯，对。但是后来，而且不知道白棋为什么不顶在这里？嗯，我相信他一定是无算这个顶。嗯。下面的对杀能不能详细的再讲解一下？嗯，就这个局面。白的团，嗯，团收气是必然的了，当然的一手，因为但是白的其实这地方他自己还是有赖地点的，对，就这个一般就是没有这个感觉。好赖吗？这我如果尖呢，包搬呢？对，就是缓一气节。其实白的在不行的时候还是有拼命的手段的，就是这缓一气节可能稍微遥远了一点。那如果白的正常收棋团，黑的必是好棋。对，我们前面就有点想的简单，就是觉得黑的总是要这样演棋。对，因为利呢，白棋如果就是松着收的话，四七对四七，黑棋先收，所以就白棋就死了。然后这靠是必然的，靠必然进六七。然后单同理，如果白棋只要拐，然后大家收到这儿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地方白棋两边都不入气，所以刚好白棋就死了，白的也不能被黑棋拐到搬到这一下。对。然后白棋就要从后面收，那这个时候由于脚步的特殊性，就搬到这儿的时候，黑棋延了一气，所以这样哈就是白的不行。黑的就受气，对，形成了刚才我们前面摆的这个图。嗯，现在白棋局部已经被他受气了。其实这么长时间没下棋，还有种可能，莫非他认输了？不知道。但是他还有这么长的时间吗？嗯、为什么会不动了呢？不知道。其实。或许这个缓一气节可以打一打，但白色现在因为这边是必须要动的，嗯，因为你直接什么搬了走，我根本就不理你啊，我就把这边补了就行。对，你这地方还是该你走才是一个紧气节，那白的是要把这边先走掉，先要把劫财浪费掉才能来打缓一气节。嗯，然而刚才说黑的很厚，这地方什么冲啊提啊，中间这断点啊，这断点啊，我劫财本来就比你多，嗯，那你跟我打这缓气劫还是很亏目的缓气劫，肯定是不行的。嗯，所以这个缓气劫只存在于理论性，嗯，它什么时候能开可能性真的很小。嗯，看一下。嗯，嗯，好像还是没有
我觉得这么久没下，感觉投了的概率也挺大的。确实。要不我们看一下吕玉婷对唐伟星的棋，很精彩啊，打了半天劫，最后是半目胜。啊，这么精彩。对。啊，就是那个劫。对。哇，黑的这个地方果然是没有断，黑的在这个地方冲的时候全靠。我就说这个地方难道能不断吗？他不听我的。嗯。跳跳很妙，这个棋。如果白的是冲断再补的话，那你就是后手，这地方冲黑的就挡住，这地方白的已经没法受气了，白的两气黑的三气。那实战这一跳，白的就沾了一下提劫，因为白的已经不差这个劫，这个劫白的永远不可能输，因为黑的还跳这个地方全是劫，所以就等于就是白的已经不存在这个劫的出的理论性，就看到黑的外面两手棋能走多大。那因为下面啊、哦，下面木是倒是不算，没吃了。嗯，这等于基本上黑的只要在外面走一手，白的就能赢。但是不是像这种力他就走不了了，因为你如果在脚上怎么走，比如说你拐一个是正常。嗯，然后我再拐，你搬，我什么断，我再打，我再搬，你这全都得硬，嗯，这就硬不完了，太多了这劫。哦，那在立的时候，白的就消解了，果断的消掉了。啊、哦，黑的一跳，这样局部里面不又是个大劫？对，局部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大劫。白的飞，爬，那黑的加是局部最好的手段。嗯，黑的搬也是可以是大劫，但这样白的这劫是可以保留，白的脱先，黑的一手棋消不掉。嗯，但是黑的加的时候要小心一个问题，就是白的哪天成立的时候成立，惹急了可以这样从一路加，嗯，没准你就把我、啊、被我吃了，但是现在当然不行，现在外面断点，对，太薄了。实战下来，黑的是加，黑的因为搬的话，刚才说过，黑的一手棋消不掉。嗯。这盘棋可以说双方不停的在战斗，非常一直对，这是体现了现在棋的特征。因为双方谁都不肯退让，嗯、那我亏我为什么要亏呢？所以我就跟你去拼。嗯。这样打劫，嗯，然后双方最后是白棋幸运的取得了半目的胜利，嗯，但是官子由于我们也没有讲这盘，也没有仔细的看，嗯，就很没有看过，所以具体得失我们也不太清楚。但这盘棋下的非常精彩，双方一直在战斗。嗯，好，现在我们回到这盘，好像。哎，据现场消息说，现在应该那个李世石已经投了。嗯，那这样来看、哦，白棋这一串肯定是有误算。对，白的肯定，这步搬，我相信他不一定是在这两边，肯定哪边出现了误算，否则不可能现在往这搬这个。嗯、因为不搬本身，黑的吃白的吃这边的话，还是就是至少是还有点乱，虽然不见得行，但是一定比现在也要好。因为现在很明显，这如果白的。这边已经死了，就这边出不出气，那被一侯显然白的也没什么招，嗯，白的只能是投掉，实在是。对，然后黑的就是这个地方的失误了。对，这步冲，觉得可能是没有想到白的会粘住，嗯，想当然了一些。对，然后白的后来下的不是很简明，然后这个地方是误算嘛，所以就也不说，嗯。嗯，那个今天就解说到这儿，然后谢谢大家的收看。嗯、后天还会有直播，然后欢迎大家到时再收看。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